民众经常反映野外的流浪犬造成大家受伤的问题，所以管监护设置了精准捕捉专线。如果你有遇到凶猛而且有攻击性，或者是追车咬人造成的问题，可拨打专线0035620373。拨打专线了后，我会安排实地的访查，协助进行捕捉或收容，希望可以减少流浪犬伤人的事情发生。这里我也要呼吁咱大家，我们领养代替购买，避免弃养家犬，记得帮家犬绝育，还有植晶片。谢谢大家，请大家记得精准捕捉专线0035620373。